各位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怎么在搜索引擎里面找相片。好，一样我们要到 IE 里把它打开，打 google.com， 然后打键盘上的 Enter。进来以后呢，我就要说我想找什么，我要用中文输入，我说我要找小狗，小猫也可以。小狗也可以，小猫好了。好，小猫，我要找小猫，然后我不是要找网站哦。你如果打 Enter 之后呢，出来也有照片，但是也有网站。但是我现在不要找网站，我要找照片。第一个叫网站 ，Web 叫网站；第二个呢叫图片；第三个叫新闻啊，新闻，它是这个是比较常找的。网站、相片、地图、新闻。影片，好，那我就到图片去。好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多很多很多可爱的小猫。好，如果说我现在不找小猫，我要找什么动物呢？我要找，小狗。哦，我不要打中文字啊，我就打拼音。打小狗。看到没有，小狗是不是很可爱呢？这还有假的狗呢，小狗。好，那我说我都不会打，我打英文叫 puppy， 可不可以呢？也是按这个或者按 enter 都可以，按了之后它就开始换一个画面了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好，就这样，从 Google 里面记得找到 image，image 就是。照片的意思，影片，照片的意思啊。那你到照片里去搜索，搜索这些照片，很可爱的照片。